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看怎么样透过广告呢，来擦亮我们的品牌。非常高兴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 J.R. Thompson 智威汤逊广告公司董事总经理邓伯文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邓总经理您好。你好，大家好。我们了解呢，邓总经理呢从事广告呢已经有十多年的经历了，有非常多的成功操作品牌的各种经验。那我们很希望呢，以邓总经理呢这么多年的这个品牌的执行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在您处理过的这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品牌里面呢，有没有一些共同的通则，让我们了解到说怎么样子呢才是一个成功品牌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些重心。我想其实品牌之前大家谈很多，好，其实每个人都在谈品牌，甚至台湾我们也在讲说应该把如果把台湾品牌推向国际。那品牌其实基本上我们看法是这样，好，就从广告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的话，其实谈到品牌这件事情，不是说有一个品牌名就可以成为一个品牌。好，比如说我们之所以大家喜欢 Nike 喜欢 Apple， 不是因为它叫 Nike 它叫 Apple 所以喜欢这个品牌。所以在品牌的操作上，我们认为说一个很大原则了，好，一个很大原则就是说，这个品牌必须要拥有一个让消费者他可以喜欢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价值。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哈，就是说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个品牌一个名字到一个品牌中间的一个过程。我如果说品牌跟消费者之间是一个恋爱关系，那这个恋爱关系的话，通常它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天长地久的爱情。好，那为什么你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是因为他的一个，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好，可能从他的一个灵魂 OK， 喜欢他可能有的人从几个角度，比如说金钱，比如说他的能力，比如说他的专业，比如各方面。但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呢，之所以一个品牌的迷人，不在于说他可以提供一个比如说什么样一个产品力可以去解决消费者的一个所谓的问题而已，好，而是说这个品牌它可以创造一个消费者很喜欢的一个价值。这价值或许就如同刚刚讲，如果两个一对情侣的一个恋爱，他谈的是一个灵魂，他会长久；如果谈的是一个金钱，他可能是短暂，大概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操作品牌上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仰，就是说我们可不可能提供消费者一个他喜欢而且乐于拥抱的价值。那如果有的话，这品牌它势必可以可长可久，受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大概是价值是最重要的。的确，所以就像刚刚总经理提到的，不管是 Nike 啊 Apple， 它几乎都是在我们很多消费者心中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信仰了。好，那么除了刚刚您提到说我们要在消费者建立一个消费者很乐于拥抱的一个价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些元素 ？OK， 我们谈到这个价值的话，再往深入去谈，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广告。那广告的话，当然一个品牌有一个价值之后，其实如果透过广告来推广，那这广告大家都很清楚啊。现在其实我们在做广告跟以前做广告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那不同当然是来自于媒体行为的改变，那这媒体行为的改变造就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其实基本上呢他是拥有发声权的，我们的广告权其实交在消费者手上的。因为社群媒体的一个影响，他们拥有发言权之后，他宁可相信他身边的一个人的讲的一句话，都可能都会胜过于我们品牌跟他讲的十句话。好，这个前提底下，广告呢变成说，好，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广告的一个所谓的广告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的目标对象群，我们的消费者他可以参与进来，这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光有一个信仰不够，我们透过广告，透过广告活动的规划让他参与进来。那参与之后呢，现在一个社群媒体的一个力量是大的，所以参与之后如何创造这个广告活动，让他可以分享，让他成为我们的品牌大使，让他为这个品牌去推广，那变成现在在做广告上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其实就是参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分享。对，
的确啊，我们可以发现到呢，现在呢非常多的一些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活动，都是透过彼此之间的感染渲染，然后彼此之间这样扩散出去，然后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一个回响。所以现在想想做广告呢，正是跟以前呢大不相同了，等于说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好像广告是个影子，然后消费者他有让乐于的拥抱的热情，他主动的参与，就像刚才总经理讲的，他甚至于成为了品牌的一个大使了。是，好，透过刚刚总经理这样子一个解释以后，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呢？运用案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同学了解。OK， 没问题。其实基本上刚刚讲到参与跟分享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很清楚，其实广告要做的事情，当然第一个要引人入胜嘛。对。第二个，其实现在消费的时间很宝贵的，他每天要接触讯息那么多，好，所以说提供娱乐，让他可以有兴趣，可以参与，又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第三个，其实广告所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提供资讯，然后发挥影响力。那提供资讯、发挥影响力之后，其实它变成说可以为这品牌擦亮这品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过程。好，那今天其实刚刚谈到三件事情，一个其实就是品牌价值，对，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提供参与的机会，对，第三个就是让消费主动去分享。这三件事情今天就带来三个案例，好，一个来看看一个品牌价值的打造，一个是如果透过一个广告活动的一个创新，让消费者可以去参与进来，第三个就是如果透过广告活动的规划，可以让消费主动去分享，我们都带三个案例。好的，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先从呢第一个案例来介绍起来？好，今天第一个案例其实带来的是全家咖啡。好，我想每个人现在大概生活上应该缺少不了咖啡这样的一个饮料。对，很多人早上没有一杯咖啡好像醒不过来一样。没错，尤其台湾经过统计，台湾其实应该全世界咖啡店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好，那大家试想看看，一天如果说以现在台湾的连锁咖啡厅，把这个 Seven Eleven 跟全家放进去的话，连锁咖啡厅一年大概销售超过3亿杯的咖啡。那3亿杯的咖啡，如果以2300万的人口除起来的话，一个人一年大概平均会喝掉13杯。哇，好，这样一个竞争市场里面呢，我们以前在讲咖啡是一个风格饮品，对，它代表一种品味风格饮品。但是当这个消费量大到这样的话，3亿杯的量，这只是连锁的咖啡厅哦，3亿杯的量的话，它变成不是一个风格饮品的咖啡，变成一种生活饮品。好，它不一样了。我们觉得咖啡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角色已经完全被颠覆，因为当便利商店卖咖啡之后，它从一个便利的角度进去之后，它变成不是一个风格代表，它变成一种生活的饮品。好，当这样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今天带来第一个案例，其实是全家咖啡。好，全家咖啡的一个案例，我用这个案例来分享说我们如何为一个品牌创造一个全新的价值。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头我们就来继续听一听全家的咖啡故事。在全家的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怎么样找到我们的沟通的对象，他们到底这个消费者的轮廓是谁，怎么样子的呢？对，好，基本上从一个品牌价值的探讨，当然第一步最重要是去了解消费者，所以其实从我们的发现里面也很特别，好，喝咖啡进入便利商店喝咖啡50%，至少50%以上，他其实是没有特别的目的的，他其实就是想买一杯咖啡来喝。好，但是在这个往下去探讨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真正特别真正感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进去买的动机，而是以他买的咖啡在饮用过程创造那段时光，这时光可以透过咖啡这个品牌带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所以我们这往下走的话，我们发现到说，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收集很多很多的属于消费者的故事，他们的咖啡故事，我们透过这样收集的故事，在这里产生很多很多感动，很多很多的一个发现，把这些东西把它具体化，把它演绎出来。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广告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广告活动里面，我们当然收集了第一个上班族故事、妈妈的故事、大学生的故事，还有年轻男女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用一段影片先来说明一下这个属于妈妈的故事。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赶快起来，赶快穿鞋，快来不及了，赶快起来，弟弟快点哦。
你每次都最后一个，快点，快快快！结账，谢谢。不要看，不要看，快点！每次都看电动，再放回去。那边，那边，你看有三明治啊，饭团啊，赶快选，快点。给你们十秒钟哦。谢谢。好好好好，我帮你们选，去柜台。谢谢。我赶快上车，赶快上车。好，小心小心。来，你们的饭团。跟一片叶子聊这些。当了妈妈以后，我常常想起我妈妈。希望他们有乖乖把早餐吃掉。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全家咖啡伴随着这个一个妈妈的故事。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为什么一个品牌可以让消费者喜爱？就回到我刚刚讲恋爱论嘛，跟品牌谈恋爱。我们的全家咖啡怎么跟消费者谈恋爱？基本上呢，抓到一个点，我们发现到这一些所谓的全职妈妈，她每天要忙的事情那么多，但是她在乎只有五件事情。如同刚刚讲的，她是不是好妈妈？好，第二部分，老公还爱不爱她？第三个就是他要不要回去上班，第四个是他在乎的是还他的魅力有没有人还要追我，第五个这个他可能在乎的是小朋友未来孝不孝顺，这些都是透过消费者访谈去发现的。那当这些事情精准了，当这个咖啡可以陪伴着他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咖啡在他的生活里面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那就回过头来，我们用一张图，有一张三这个好，我们从这张图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在过去可能在全家咖啡所诉求的是 take a break， 就让你休息一下。当然，这个也是咖啡的动机，但是在便利商店里面，这是动机之一。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整个发展全新的一个所谓的品牌价值的话，我们为这个全家咖啡做一个定调。这定调是说，其实全家咖啡可以给你一个咖啡时光。这个咖啡时光是美好的，是可以伴随着你的，去创造于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在全家上的案例。所以。不管是任何人、任何时刻、任何理由，都可以透过一杯咖啡，然后去感染一个美好时光。美好的时光，没错。所以，同时我们也可以延伸出来呢，从刚刚您提到的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传播的主张，更进一步呢，我们可以回溯到呢它的整个的传播策略的一个变化。从这一页图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从
没有特定的一个目标对象群，然后一直呢延伸到说每一个人的咖啡的一个故事，然后带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右脑的一个思考，对，所以一路下来呢，它采用了非常的感性化的那种每一个 moment 来去跟我们的消费者沟通，所以自然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联度跟消费者的连接，所以也无怪乎透过这样子的广告把我们的品牌非常的深化升值出来。 对， 对，重点在于说我们不是在讲品牌的故事，其实我们在讲消费者的故事，因为讲他的消费者的故事，所以这个品牌可以跟消费靠得很近，对，那这个恋爱当然就越谈越深嘛，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难怪 OK 能够发生了这么紧密的一个关联性。好的，那么第二个案例我们会介绍的是乖乖这个案例。我想呢，乖乖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我想呢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如果要什么出门啊，什么旅行啊，郊游啊，那可是必带的东西了。可是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呢，随着目标族群的成长，是不是也会面临到一些瓶颈？对，其实乖乖这个案例我就带来去谈一个刚刚讲成功品牌的三大要素嘛，一个品牌价值，第二期就创造消费者参与，我用这个案例来谈参与。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案例谈参与呢？其实当时这个品牌遇到课题非常非常单纯，我想乖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乖乖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小朋友长大之后他不再吃了，他不再吃乖乖了，对，小时候很爱，长大之后他觉得吃乖乖好像怪怪的，就是啊，这个东西怎么会是我这么酷的一个年轻人在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零食，好，这第一个面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大家知道台湾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好，大家不愿意生小孩。那当如果这一天慢慢慢慢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这所谓销售量必然它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我们要克服一个问题，克服一个问题就是说，让每一个小孩子陪伴他过了童年的这个所谓的零食，在他长大之后他也愿意吃。好，那变成这样一个课题。那这课题呢，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重点在于说，当一个品牌名没有改变，当包装没有改变，当内容物没有改变的时候，你期待消费族群有改变，那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好不容易，其实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那这个点就是说它的高知名度，还有它一个独特品牌名叫乖乖。对，我们发现这乖乖很有趣。这名字我们从小其实从这个爸妈带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它叫乖乖，但是从来越念越顺，也没有人去定义说，哎，乖乖为什么叫乖乖？好。但是这么高知名度下，我们就探讨说我们怎么创造参与。好，唯有改变，把一个包装，把一个意念，把这个商品的一个所谓的价值把它做改变，它才有机会。所以我们找到一个点，就是说当这个以前是零食，就是一个食品，可不可以转换成一种情感表达工具，转换成意念表达工具，如果它可以这样子转变的时候，它可以带来一些年轻人喜欢。为什么我这样谈？其实我们就回到这个年轻族群 的探讨里面。好，在乖乖的，我们既然要锁定这所谓高中生、大学生的话，我们发现到这些人，其实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最富裕的年代长大。他们在过程当中，其实他过程当中可能父母亲对他要求说，你要乖乖做怎样，乖乖做怎样，这第一个。但是他们的个性是不希望可以被指点啊，就是指来指去说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对，他们反而比较想要去表达自我意愿，自我意识，因为他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由环境底下长大的，所以他自由意志表达的时候，如果可以抓住这个点，我们这个商品、这个食品，这个所谓的零食，它可以变成一种他情感表达、意念表达工具的时候，那它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好，那线索来自于这个网络上，我们发现到一个蛮好的案例。这个线索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在他负责的机房里面，每一台电脑上面都摆了一包乖乖。那旁边贴一个小纸条说乖乖不要当机。好，我们发现非常有趣，原来乖乖这样的一个商的一个零食，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工具。那这工具太棒了，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太棒了。那接下来就创造参与了，怎么创造参与？第一个从包装改起，我们把包装改变，这包装改变之后变成说，好，乖乖我们做一个所谓的乖乖造句包。你可以在上面让零食变成卡片，你可以在上面写字，写字，然后去传递你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你的讯息。那接下来我们透过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视广告，但是它也是一个示范，你怎么用这个商品。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影片。
好喝耶。做你的乖乖，做你自己才叫乖。乖乖造句包新登场。好的，我们欣赏完影片，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好，刚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乖乖的电视广告，那其实我也带来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是重新更改过的包装，这个包装上面最大的一个特别就是把这个空间留给我们的消费者了，对，去发挥。对，这个空间是留白的，上面只有乖乖。那它这个造句包的用意其实就是说让你自由去创作，去创造你想要表达的意念。好，我现在其实就可以现场啊，在这个帮大家许个愿。好，我想大家都很希望的哈。比如说我写经济乖乖赶快好起来。哦，真吻合啊。经济乖乖赶快好起来，这个东西献给大家哈，献给大家。谢谢。好，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商品它跳脱了一个传统的这个零食的一个范畴，它变成一种可吃的卡片了。那好像老师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也收到学生的卡片。难怪我在教师节的时候收到一堆的包，一大堆的这个乖乖造句包，然后里面各种各样啊，我要乖乖努力用功了，所以是类似这样的词句。那很显然我们的广告成功，很多人写了这卡片送给你哈。那这网络上其实我收集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也蛮有趣的哈，像这一个。这像是一个许愿树吗？对，有人把这乖乖做成一个许愿树。那这许愿书大家可以在上面去许愿啊哈，这个写上他的一个许愿的一个，那这个我想这包应该是某个老板写的嘛哈，他写说大家乖乖的拼，大家乖乖拼业绩，年终财位发很大，我这个一定是老板写的。那像这一个哦，这个很特别，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中元节的时候有人拿这个乖乖来拜拜，拜拜上面写阿飘乖乖给我不要来，乖乖不要来吓我，好，这个也蛮特别的。好，当然还有几个 ，OK， 哦，这每个都非常有意思。像这个，他写 Apple 乖乖不要宕机，好，Apple 乖乖不要宕机。那再来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好，这个哦，这小朋友写的哈，这小朋友写的是这一个所谓的。给我乖乖，我会乖乖。乖乖哦、这都是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这个好，这个有一个消费者，他写说：“笨老公，乖乖把钱放，交给我，不然不让你睡觉。好”那我想这里面呢，也回到我刚刚谈的一个主题，他创造参与。那第二部分呢，很重要一个点，其实就是说，他把客群扩大了，使用时机也扩大了。他不单单吃而已，他可以表达情感，表达意念。刚我们看到有小朋友写的，有工程师写的，有老婆写给老公的，有这个学生写给老师的。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告所要传达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改变一下他的产品的一个使用的功能，那他就会解决消这个所谓客户端他所在乎的如何扩大客群。这样的一个生意目的，好，大概这个案例所说明是一个参与，透过参与去扩大生意的目的。的确，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又充满了乐趣，然后鼓励了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分享，已经跳脱出是一个原本所谓零食的定位了。好，那么接下来还要为我们介绍哪一个案例呢？好，接下来带来汇丰 HSBC 银行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谈的其实是所谓刚刚讲的分享。我们知道社群媒体带来的力量非常大，我们刚刚也谈到说，其实广告权交到消费手上，我们如果能透过它来为我们传播，为我们当品牌大使，我想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好，所以接下来这个案例其实是汇丰的案例。那这个案例的背景基本上是这样，在某一个媒体做一个评估，他故意去做一个评估，就是所有的这银行的 call center， 他故意做测试，打电话进去之后看他们回应率，那做了这样的评比之后，汇丰竟然在那个时候很不幸的在排名是倒数第二。哇，那不是在消费者印象中就会变很差了。是没错，那至于怎么测试我们不探讨了哈。那基本上他所公布的一个结果其实是倒数第二。那当然台湾的
CEO 他希望做一些改变。第一个，改变消费者对汇丰的一个印象。第二个，当然从他的 call center 的回应速度，他实质上他也做一些强化。我听说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是特别待到 call center 的现场去盯着他们来接听这些电话，改善这个回应率。好，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课题交到这个广告公司手上，就是说我可不可以透过一个广告的一个 campaign， 这个 campaign 呢可以快速改变扭转消费者对我的看法。那不容易啊。那我们有一个想法，好，在这想法就是说刚刚掌握到分享这件事情，怎么创造分享。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面，全台湾有个非常热门的电影，这个电影平均好像听说了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非常非常红的一部电影，其实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好，看过这电影的都有一个遗憾，这遗憾就柯景腾跟这沈佳宜最后没有在一起。是啊。好，那当然跟客户讨论之后，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搭上这波电影的话题。那时候上片不到一个月，正红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十天以内把这个广告的 campaign 推出，搭这个话题，可以创造一些声量，让消费者对这个汇丰有改观。好，那这个改观基本上就回到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好，我们透过这两个演员请他来演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发生在去这个银行里面的 call center 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影片。我想当一个很厉害的人，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都有一点点的差别。喂喂，我的钱包不见了，卡跟钱呢？柯先生请别担心，我是807的专员，您的卡片目前为止没有被盗刷，马上为你办理挂失。对了，请问你身上现金够用吗？汇丰有提供海外紧急预支现金，付金后就可以提领，最高可以提领10,000元美金，当然不需要手续费。哦，我还没想到的问题，你都已经帮我解决了。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是807的专员。谢谢你，8072。不客气。请上来面把报表传过来。柯先生您好，我姓沈。您上次来电询问的人民币开庄押汇，现在汇丰都可以做了。你是8072。柯先生，下次去上海皮夹不要再弄丢了。把你的需要放在心上，8072-3000。谢谢你，8072。环球金融地方智慧。我想这个广告呢相当的成功啊，他在把8072这几个字呢很不着痕迹的就是融入了，然后搭配了电影这样子的一个热潮，然后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延续这个电影的热潮的这个把这个梗的这个延续的过程里面呢并没有失焦，也说你不会把焦点去放在那两位名人身上，反而会延续到说这个广告的身上，本身的这个品牌的身上，这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广告概念。不晓得这样子的广告之后，它实际上获得到的反应是如何 ？OK， 其实基本上从刚刚老师所说明的，的确没错，这个广告其实大概在媒体上透过一个礼拜，但整个在网络上的点击是超过100万的点击，很多人都看了。我们用这样的广告终结了消费者心中的遗憾，我们用这个广告去创造全台湾很多人大部分都记得汇丰的这个客服专线8072-3000，我想广告目的是达到的。哇，今天非常谢谢邓总经理透过这三个案例让我们完整的了解到透过广告如何把品牌擦亮发光，我们再次感谢邓总经理，也谢谢同学的欣赏。谢谢大家。